I go by the name of Samuel. Yeah. Ooh.接下来请为 Samuel 加注热爱值。哇，好帅！我有听到的，哎，你唱真的很标准。用别的语言唱一首歌的时候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发音，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我当年学舞蹈还跟他学过舞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也是有很多故事啊。我觉得永远不是年龄赋予人意，是人赋予年龄意。他跟我说他做自己所有的编舞，那个舞台就是属于他的，舞台上面每一个动作都是他脑子里面出现的，我就没办法评价，那就是他的东西。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I picked this person.